大家好，我是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主席温国林。我们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成立于1985年，这35年以来，通过我们全体理事会成员的共同努力，从创会24个社团发展至今已有近百个社团的团体会员。我们以团结华人华侨、团结新老社团为宗旨，没关系，他好像在接下去，没关系，再接下。